魅力无法挡。才刚结束越南的大型演唱会，吸引上万名观众，接着又当选西班牙最受欢迎的人气韩国歌手。紧接子团体之一的 Super Junior M 来台发展，出席名牌服饰活动，又再度引起粉丝疯狂。大家好，我是 Super Junior M。美男当道 ，Super Junior M 也是美型男的代表，周密就被当场吐槽是最爱美的团员。他就是喜欢，就是穿很漂亮的这种衣服，然后每天在出售就准备衣服，他会一直看这样。除了来台宣传和出席活动，团员始源也在台湾拍戏。谈到拍戏经验，始源露出开心的笑容，还小秀了一段在台湾学到的台语。台湾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始源表示和剧组合作愉快，也从导演身上学到不少经验。其他团员除了发现，也希望在台多元发展，让台湾观众看到不同面向的 Super Junior。